走吧，让他一个人待一会儿。都是因为那个男孩子，咱们该怎么办呢？为什么要他嫁一个老王子呢？不，这事由不得咱们，亲爱的。也许该把那个男孩子的事告诉史蒂芬国王。对，当然应该了。你们听，是黑巫婆，蔷薇玫瑰，蔷薇玫瑰。咱们干嘛丢下他一个人待着呢？蔷薇玫瑰，蔷薇玫瑰。我说摸一下纺车，你们这些可怜的傻瓜，自以为能够战胜我，知道吗？我是万恶女神，这就是你们的宝贝公主。我的蔷薇玫瑰，蔷薇玫瑰，我的蔷薇玫瑰。哦，天哪，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。我们都有错。